お人形買えてないよね。片付けるよパパ。おいでやん。あかん、これ置いてたらスズラがお嫁さん行けない。これやるね、今度。うん、来年。这个人偶呢，其实要在三月中旬左右就得收起来的，但是我们家一直没收。我觉得他那么过一年就摆一次，所以呢就想多摆一下。但是现在三月末了，再不收不行了。他们这边说是女孩子，如果说收得太晚不收的话，到时候女孩子会嫁不出去。其实也是一种民间的就是迷信的说法吧。但是现在三月底的，还是给他收起来吧。万一我们家俩姑娘。嫁不出去可咋整？哎呀！是的，我记得一次的那个。好，来，你把这个板擦擦好不好？不是你吗？嗯，擦这个板吧。的。嗯，大家记不记得以前奶奶家他们那个儿子结的那个人偶，奶奶说可以一直摆的那个事儿啊？是因为那男孩长大以后结婚还是在自己家里，所以呢可以一直摆的。林匠也是个操心的命，什么都想动手。这个一放要放好多年，时间是年，那个干燥剂要经常换，就怕它里面那个发霉了。这讲不能按，慢点来。いや、スーちゃん持てないよ。パパ持ってくから。な。よいしょ。じゃあ危ないよ。ここから出てきて。ここから出てきて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あ、いやいやいや、小家伙、你吃啥？给妈妈，给妈妈，给妈妈。じゃあ、まっすぐ。パパ、パパ、あ、あ、あ。時計一人いてこんなんぐらいよね。桜の花が咲くと、はい、合うかなと思っていつも待っとったのよ。あ、そうなんですか。今日パパお休みなんだ。はい。よかったね。我们碰到了三年前碰到了老人带着孩子。ここでおにぎり食べとってるな。あ、そうですね。はい。おとといしかな。三年前，这个奶奶也是带着他们家那两个孩子，然后碰到我们。那时候林江像南江这么大，现在孩子们都这么大了，林江也成为大姐，然后我们老二也这么大了。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，三年前我还是三十出头，现在的话我都三十五六了，马上四十了。这看风秀太有呢。嗯，我们看风秀了吗？啊，看麦子。あ、かわいそう。下ろしたらダメだよ。我们林家和那个小姐姐玩的不想走了，但没办法，现在带她去医院，她眼睛应该是花粉症，就这边眼睛她都红了。
然后严重的时候有的时候那里都肿了，那个而且鼻涕一直流。走了啊，现在走了，爸爸一个个就这样一个哟。哎呀，三天两天带孩子来医院，你们说我们思江这么小，如果真的是花粉症可咋整？他这以后就是一直都要受罪了，因为这玩意儿基本上不能去根。看完了，医生说林江不是花粉，而是再一次感冒。哎呀，太难了！你说天气这么好，我都特别注意，有的时候带他们出去上哪，哎，又感冒了，没完没了。多事呢。今度こ映らないようにしないと。どうやって映らんの？マスクして。いやもう本当に嫌だったもん。嫌だ嫌だ。前やっと治ったのにまたこんな。啊，你在家里就不要出去了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家真的就是一直感冒，感冒好了又感冒。哎，我自己这个花粉，然后还有那个鼻炎，也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。现在外面天气好，我出去把那菜地里，看看菜地里想种点什么，然后让我爸在家里带点孩子，在家里听爸爸话啊。嗯。啊，好棒！妈妈去种田了啊，拜拜。啊。めっちゃ赤くなってない？赤いよ。8:03，晚上回家炒肉吃。哎呀，拔了这么多呢，啊，这蒜苗，再不吃要老了。哎，哎。今天晚上就让大家做一个回锅肉。家庭版蒜苗回锅肉出锅了，今天晚上我估计又要多吃两碗饭了。